是说明个人主动的学习才能带来真正的收获。马路旁有很多行人驻足围观，一个小朋友也凑过去看热闹，他好奇地靠近人群，可是因为个子太小了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刚好旁边有一个箱子，他便把箱子用力拖过来，小心地爬上去，抓着旁边探人的衣服，踮起脚跟，伸长脖子，往人群中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当他快要看清时，一位好心的大人突然抱起他，用粗壮的双臂把他撑在肩膀上，让他看得清楚。可是他却嘟起嘴巴，非常不高兴。虽然孩子知道他是孩子。张静兰第七次录音。无奈的人生。身为一个学生，我们知道要有一个好的未来，是必须忍受多少个熬夜的日子和无情的成绩给予的打击。身为一个社会人，要财要势要名要利，是必须承受多少的失败，即使成果是那样灿烂。而人生，它叫人无奈，但谁能不爱？再会，拜拜。拜拜。作者何昭老师，廖真佑老师。